个品种呢，政府的那边呢，像是呢农业协会什么的，好像已经有在悬赏这种蜥蜴、嗯。如果你抓到，不管是生的还是活的，你只要交给他们，你就换取一些生活所需要的用品，比如说米啊、豆子啊等等的这种东西。好像也有钱，但是我不是很确定。那这个蜥蜴呢，我们今天哈、哦、决定来料理看看，因为我们去南部抓的时候呢，那些猎人呢其实都有在料理这个蜥蜴。这个呢，我们想要打算做一个鳄鱼皮包，这个可以卖个几十万。你要一个人想要。